可是要看结束的时间，可能一礼拜，因为他们好像六点就下，我就结束再打电话问。在中途，那明天怎么几点？你的妈妈你已经找不到啦，妈妈在哪里呀？晨晨，你要看我吗？你要说什么？母亲节快乐！谢谢晨晨，我最喜欢你了。那你的花花要不要送妈妈？那给妈妈的礼物要送给妈妈，还有妈妈的礼物抱一下。你也送给我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也给我吗？